非常棒的盛事，一年一度呢新屋艺文之夜活动选在今天，邀请在场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现场，同时也经过呢我们今天一起跟随着流行带进我们的新屋，希望呢我们在场所有的年轻人看到我们新屋客庄热闹的一面，同时客家人富裕生的热情，客家人非常的热情，我们也希望呢来自我们全国所有的好地方的朋友们，大家都能感受到一下我们客家人的热情。那么当然同时也代表呢我们新屋感谢我们今天现场来到我们会场所有的好朋友，刚刚呢在下午3点的时刻来进行呢我们巷弄呢绕街活动彩街活动，那么同时有邀请呢15组团队以及我们3组一格来进行呢我们今天所有的彩街，热闹的将我们新屋的大小地方大小街巷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感受一下呢我们做热闹的兴奋心情。当然我们在会场同时还有呢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带着小朋友们来参与今天的活动，今天的活动呢还设计了海洋寻宝跟我们的手作 DIY， 结合我们的渔业跟我们的农业，以鱼米之乡来做我们今天的主题，邀请现场朋友们来到我们这里，同时一起来到这里野餐，来欣赏我们精彩的演唱会，同时也感受一下我们客庄的文化跟风情。刚刚有没有在我们的现场走一走啊？有没有？如果有在场朋友们可以经过呢，今天来到现场我们的各个摊位都有领到我们的小礼物，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奖项也非常的丰富，有看到我们的电视机，有看到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电扇，那么还有看到呢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非常精美的家电用品，想不想要？想要的同时提醒大家，您的摸彩券一定要准确的投入摸彩箱，也祝福大家呢都能把大奖带回家。现在我们也正式宣布的活动的开始，当然呢在我们新屋艺文之夜艺游客庄，来到我们今天的客家庄，一定要邀请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们从我们的民歌老歌客家歌曲，到我们今天现在呢创作歌曲及独立的乐团，我们邀请现场朋友们大家的慢慢的循序渐进的一起来欣赏我们的歌曲最美妙的时刻。当然了，这个歌曲会影响大家的心情啊，那么同时呢也看见了我们的区长从3点就全程参与我们的活动，是不是也给予了我们的新屋区最用心的区长郑思店区长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谢谢区长。第一次看到区长有现场这么多的美女们跟他的掌声尖叫声，你看区长的脸都红了，你是太阳晒红的还是害羞红的啊？所以我们也代表呢我们的新屋区欢迎大家共同的莅临，今天晚上很多的独立的乐团来到我们的现场，是我们的怕胖团的朋友，是不是给我们今天的粉丝朋友们挥挥手掌声欢迎你们的莅临，昨天晚上就来到现场了对不对？哦，当然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芒果酱的粉丝朋友在哪里，以及呢哇、哦、爱你爱你，以及来到我们现场还有很多我们的萧秉志的粉丝朋友，你看多用心，白安的粉丝朋友，听到呢我们今天这个所有朋友们大家这一种种的这个欢呼声，就可见呢我们新屋区长真的很用心在挑选每年来到呢我们新屋像我们新屋艺文之夜的所有的创作乐团的用心。好的，那我想呢今天现场朋友们都已经聚集完毕咯，那我就从第一个表演单位先跟现场所有朋友们大家来做安排，当然同时间来到现场呢无论什么样的歌曲我们都要来做安排，首先我们欢迎邀请呢第一个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我们就从天籁歌手，这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呢我